哎，那你要不要聊聊？啊碰的话，我一定会把可以来这里放轻松，然后来这里打一打。你觉得这个机器觉得怎么样？这样看完，你可以怎样帮助到你？对啊，就是可以知道你自己的击球的落点。懂懂懂。所以它距离又帮你算好了哈。比完热身赛，应该很有点疲劳哈。哎，那你要不要聊聊？等一下，你来这个环境你觉得怎么样？自在，轻松。你现在觉得状况现在调整到怎么样？是开始慢慢进入状况，其实开始在热身赛的时候，稍微在打击方面有点粗一点。最近在调整是这样。那会不会想有空有机会来这里练练？会，有空的话我一定会可以来这里放轻松，然后来这里打一打，维持一下手感。维持一下手感，要不然就可以打个桌球啊，下去打哦，动一动。